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。平常要多出来跟他结善缘，不要像乌龟里面躲在壳里面，哎，那就想要不要攀岩。哎，某某大师讲，某某法师讲，哎，不要出来攀岩，不要这样子，哎，在家里啊，蒙着就自己用功，如果功夫够了没关系了，那万一你命中功夫不够呢？没有人认识你，说助念奇怪，平常都不出来接言，我怎么去跟你助念呢？对不对？去跟你加持呢？看都没看过，哎，是不是？哎，有的人认为说，哎，我用红包啊，请法师来，对不起，红包这一关我们在这里就用不上的，哎，你用不上的，哎，你说我拿100万。台南有一个人说，哎呀，慧律法师你来，我100万供养，对不起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从来不来这里结缘，哎，别人会跑得很快，我这个人是钱没有什么作用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不会100，我没有100万，也是这样，三餐是这样过日子啊，哎，开大工厂啊，师傅你不晓得他家多有钱，那他家的事情不关我的事，是不是？我认为我比较有钱。哎，因为我们比较有智慧，哎，生活生命都有目标，哎，是为顺便去度他，哎，度他可以亲自来下跪顶礼，那要用一通电话，你以为啊我是达美乐达了没叫披萨的，他用电话来了，他用电话来，也不，我说要请慧律法师来，可以啊，亲自来下跪顶礼啊，你很简单啊，对不对？那你用电话了，是不是？这又不是叫披萨，用电话叫的啊。